殊人群嘛，就是没错，反正呢新的一年开始，就希望给大家一点幸福的爱情生活。而且我觉得很赞的就是呢，这三位来宾一来就是坐着，就不会给我们两位造成那么大的压力。他们迟早要站啊，你疯了吗？他要请他过来站一下啊！我们欢迎林佳琪，欢迎，来吧来吧，你看这可不是站了吗？天哪，穿球鞋，好久不见，佳琪，好久不见，林佳琪，这是一种礼貌性的尊称哦。你好，你好，有一阵子没有上节目，是去哪里了？香港发展啊，没有，正在找寻我的意中人。真的吗？没有啦，就是刚好工作也比较忙。好像这半年来工作都比较密集一点，对不对？所以都没有谈恋爱。没有时间。真的？我都跟工作谈恋爱。嚯！我知道老套了啦，大家不想听，但是差不多就是。没有啊，如果真的单身，今天这个才有意义啊，因为我们帮他搜罗一些人来，那让他先。看一下看电视的人可以辨认一下林佳琪的口味是在什么范围啊？那如果我们今天很幸运的有帮他找到一个对的人可以去约会的话，那也是一件功德哈。对，我们今天找到那个人会跟你有一对一的约会。今天陪林佳琪来的一位是严孝明 ，Hello， 严孝明，你好。你要过来一下吗？好，可以过来一下。好，谢谢。他们三个都过来，我们两个要不要过去坐着？有三个人就会有一种森林的感觉，就会比较好。还要升降机到上面去。单身吗？对，目前是单身。目前是单身。那以前交往的人真的有像林佳琪说的，就是是，其实我不再要求比例完美这类吗？还是要达到一定的要求啦。你一定的要求是怎样？不会这么高了，就像，哎呀，旁边这个 lady 一样。对，哎呀，这样都可以吗？可以啊，我这样也怎么样？我又没有半残，而且女生她又可以穿高跟鞋，对啊，对，然后看起来会很漂亮。像佳琪她个头这么高，她穿高跟鞋，我就是有点小压力。那会不会就是你女朋友在以前交往过的时候，因为你工作一起工作的女生都这么漂亮，然后她会觉得很有压力？会，你会不会常常遭到就是比如说男模的女朋友嫉妒的眼光？对，所以我们很多模特都知道，如果他带了女朋友来，我们都要先搞定女生。真的，对，我们都会先搞定。怎么搞定？这是默契。对对对，就是我们都会先跟女生讲话，我们尽量不跟她讲话，以示友好。对，因为这样子的话，难免工作上我们要有肢体上面的接触，因为就像我们两个，我们有拍过两次婚纱，所以肢体的接触就会比较亲密，有时候甚至真的到非常 close 的地步。对，那难免都会，那我们就要用行动证明给他。像有些人会问说，你先跟谁工作，会有什么样的接触，会问得很清楚。对你交往的对象会先问啊？对，会问说今天跟谁工作，谁谁谁谁谁，完了之后会去哪里？收工就要回去，要防范啊！对对，随时会抠。有的会跟得很紧，就是好比说我来录影，也是在现场这样一直看一直看。我听说以后那个手机不是可以及时就是去看说用视讯吗？以后手机也可以用。然后很多男生就说那就惨了，因为比如说打电话给女朋友讲说哦，我现在跟几个男生朋友在喝饮料，他说好，那你给我看。就破功了，或者是说扫到哎，林佳琪，对对对，就类似，就要像是录声音的那一种，对啊，就要像推理电影，就是要把一个固定的照片镶在那个手机上，永远都出现那个男生的脸，过招就对了。好，我们欢迎另外一位朋友徐嘉良来过来。有这两个在旁边，今天真的还要帮林佳琪选人吗？对，要不要直接他们两个二选一就好了？没有，这是工作久了就没感觉。但是他们两个都有带到一点特质，是我希望的特质，像就是高嘛。没有，我刚来的时候有想过说，没有，我没有180自动删除。可是我觉得这样穿球鞋都已经这样，对，所以这样很残忍。但是一八多少？我183。那你呢？我185。183、185。那我想要先请两个男生谈谈林佳琪，你们跟他们就跟他共事多久了？我认识佳琪大概有5年多6年的时间。你们三个人辈分谁最高？在公司里，我你吗？孝明，对，你比他还要资深吗？对，相当，相当，几乎是两倍啊，两倍。所以你讲话他们俩要听哦。要拉正的，10年。
哎，那我比你高，对不起。哦，跳出来。真的还是假的？怎么会没有？我已经迈入学姐。那对啊，如果以工作，哎，对啊，对，进入十二。以你们三个人熟的程度，林佳琪单不单身，你们一定会知道吗？还是他有时候会瞒着你们？多少会知道了。嗯，对。你也是，你会略知一点端倪啦。嗯，对啊，虽然说他很爱搞小生命。所以你们要从什么地方来判断林佳琪正在谈恋爱？没有，其实佳琪还是蛮大方的。他如果是已经是很确定是他的男朋友，他也是会带来给我们知道说，哎，介绍他是谁谁谁这样。他会讲这是我男友吗？会啊。哦，那很大方。然后你们在那个男生走开后，会立刻开始讨论说怎么会跟这个人在一起？我们男生比较不会，女生比较。但是我会问他们。对，我会跑过去，譬如说，哎，家长，你觉得他怎么样？哦，所以你单身多久了？我单身啊，一年左右吧，一年。这个已经对，我尾牙嘛，已经满一年了。尾牙，你用尾牙来算？你是在尾牙被分掉了吗？因为我很记得很清楚，就是去年上一次的尾牙就是蛮严重的。该不会在尾牙上还大哭吧？算了，真的，你们都记得哦。好像是喝的酩酊大醉，对不对？我们都喝挂了，已经搞不清楚了。所以他就是挂了，他就是太伤心了，就大闹。就刚好那个酒精催眠催化之下，哇，酒后吐真言。而且好像刚好是一个时间点，然后刚好我们前两天又是尾牙，嗯，对，又提到这件事情。对，那你觉得那男的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要跟你渐行渐远？这个不能聊啦，很难讲，已经太久。然后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不要去想他。所以你这一年来还在恨，还在恨他吗？没办法恨啊，没有爱哪里来的恨？然后也讲狠话。对啊，没有没有，就是已经差不多了。那你今天不要太妥协哦，就是你要真的喜欢才那肯定要，而且我们都蛮期待你会跟那些男生们的对话会是怎么样啊？真的吗？对啊，因为我不想背书，就是等下我们推荐了一个会伤害他的人，这样也很不好。对对对，所以要他有感觉才能够稍微试着约会看看，结果怎么样？千里姻缘一线牵啊！你疯了，林佳琪！今天的康永当家找来了九位魅力型男，让林佳琪挑选他的白马王子，究竟哪一位可以给他强壮的依靠呢？开出来第一个条件就是180以上，所以今天呢，我们准备。九位都是最少有180啦，真的不能找以上，就是我们真的很尽力找了，谢谢。好，那阿雅请介绍第一位出场。首先呢，我们欢迎一号。Hello， 你好。学生不行吧？学生其实还 OK 啦。哦，真的？但是他会比较有压力。为什么？对，因为我已经是社会人士了。你是社会人士啊？对啊。你会觉得有压力吗？如果你的女朋友名气又大，然后又常常跟帅哥工作？其实还好，我觉得这是工作。嗯，因为我其实是工作之后再复学的，所以不是完全学生。嗯，这样。你在学什么？气管。OK。你在今天来之前有注意过林佳琪吗？其实我一直都很注意他。注意他什么呢？其实他的走秀，其实我都会蛮注意的，因为他在台湾的 model 来讲，其实算是很突出的。林佳琪可不可以移架到这边来？我看一下你们两个站在一起的感觉啊。OK， 其实很登对耶。你不要一开始就做美好。没有，真的，我有一个问题。嗯，我想请问一下，今天的服装是你自己配的吗？有问题，是我自己配的。不错不错，谢谢。可是你是学生对不对？有在打工吗？有。那你打工的费用多少钱？就是你的收入？都是比较不固定的，我们是接公关公司的活动。哦，因为我在想，一个打工学生为什么可以带得起 Gucci 一个某个名牌的皮带？但是不用脱，他的裤子我就还 OK 啦，其实裤子怎么了？裤子怎么了？我不喜欢刷这种的。真的还假的？现场脱啊，现场脱。这个要求很多哎，为什么不能刷？因为我觉得。男生穿牛仔裤很好看，那他怎么刷很重要，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颜色的。林小明，你出来。这种方法，那他那个就没有问题。他这种刷就 OK 了，他又不是我男朋友，这已经不是刷了，这不是刷，不是我约会对象。那如果是约会对象的话，刷这种可以吗？这种颜色可以，但是它的破法不行。破法是要怎么样破？而且你知道，我以前曾经跟我
之前的男朋友约会，我因为他的裤子我不喜欢，我就要去换，然后他就只剩下那一条，然后我们就钉在那里吵架了，为了一条裤子的刷法。哇，你好吓人哦！浩斯，你还愿意继续留在一号吗？而且我很多条裤子。Oh. 我们今天就大家都穿内裤来应征，没什么关系，没事，好，两位先回去了。那个我们的 House 同学呢，要做一件奇怪事情，就是他要把我们的布景变不见，要做件事，要变这个魔术吗？这下次好了。为什么？这下次好了。那你要变什么魔术？我是小魔术，逗人家开心的。请你把这个四个硬币放到其中一个杯子里面，然后我要猜出你放在哪个杯子。好，我们在这边保证他没有偷看。好了。OK。What happened？ 哎、欸。不错哎，好。我觉得我可能知道，但我不太好意思讲哎。为什么？因为他好不容易在那个林嘉琪面前表演。对呀、啊，你不要讲，不要讲，是人家逗女生开心的方法。好，那个阿雅，我们请下一位喽。欢迎二号陈志奇，现在28岁，185公分，81公斤。你在做什么？我现在在准备考试。什么考试？那个 GMAT 要准备国外申请学校的考试。你要出国了？大概是明年的秋季班。那你，我想要问你，你觉得远距离的恋爱的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把握可以抓得住林嘉琪的心吗？我觉得现在那个通讯其实很方便啊，像是一些视讯啊，或者是网络上的聊天室。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没有问题。然后他一天到晚给你看他跟那个帅气男 model 走秀的工作的画面，都 OK。奇招，应该我觉得刚开始会有点吃醋吧。可是我觉得热恋中的男女刚开始都会吃醋。可是如果说时间久了，双方面取得信任之后，我觉得是 OK 的。你已经想到热恋那个阶段了。二号的服装有意见吗？二号的服装啊，鞋子吧。那刷色呢？刷色 OK。鞋子怎样了？鞋子颜色比较淡嘛，那可能是他特意的，我个人不是特别欣赏。哇，好麻烦哦，鞋子是可以换的耶，小姐。可是今天因为譬如说我可能在他们想法里面有某一个程度的距离，那他们准备好要来见我，他们的心情是，所以应该是他们已经有打点过，对，呈现他自己最棒的一面。我帮你问一下恋爱史好不好？好。House 有恋爱史，交代一下吧。交过几个？4个。然后都怎么分的呢？你跟人对方分的，有两个是我被甩的，两个你被甩，两个是你甩人家，两个是有一个是。双方家长不同意，还有家长不同意，为什么？爱得这么苦。那时候是比较年轻的时候，高中的时候。OK。那你最近的这个是多久以前？还是最近的这个根本还没分，你想搞劈腿啊你？三个月。三个月。三个月很短耶。之前分开的。你的恋爱史？我谈过一次恋爱。这么纯？对。怎么会只有一次？天蝎座都比较纯情，不是啊，就是只谈一次，就是那个。你打算出国念的是哪一方面？MBA。哦 ，OK。哇 ，MBA 哦，神器哦。你今天有要表演什么吗？今天就是哦，热舞，他有一个奇怪的舞蹈要表演。好，来看一下有多奇怪。来跳一下吧，跳一下。好，来加油啊，行。是这个吗？是热舞，因为你戴墨镜。来了。哇，电臀。那持续多久？持续2个小时。好啦，OK， 好。我不懂为什么要戴这个。而且为什么要戴墨镜啊？对啊，为什么要戴墨镜？因为我怕被我妈骂。你戴了墨镜，你妈就不认得你了吗？从小我都背对镜头哎。那是你亲生母亲吗？啊，这个理由还蛮好笑的。好了，那我们现在就一二看看号来二选一喽、欸。怎么样 ？House， 我有加分。什么东西？昨天在家里写了一直晚上的信，要给家长。哦，我的妈呀！
哎，他在最后一刻拿出这本笔，文笔打的还是用写的？哎，手写手写的，要看他字迹。这一段也不是，我想要的绝不是什么海誓山盟或者天长地久，我想要的只是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好好的疼惜你，疼惜呀，一起看天地，分享那些藏匿于生活细节中的喜悦，对我而言，世上最美的景致，也比不上你对我浅浅一笑，能握着你的手，给你温暖，就算用全世界来跟我交换，我也不要。最后。希望你下次拍照时要小心，不要再被灯给灼伤了。还有，走秀前千万要先上厕所。为什么走秀前要先上厕所？怕憋尿憋到身体不好吗？他有注意到他以前到现在的发生相关的工作经历，这封信照顾的层面还蛮广的。而且是不是很多桥段是跟琼瑶里头小说抄来的？哎，这种信虽然有点老套，可是对女生来讲有时候是很有效的。嗯。我真的必须要说，比电臀舞来讲是不一样，比较容易打动人。不一样。虽然我们这样判断，可是三个评审的意见是很难料的哈，让他们商量一下，一号跟二号他们要送走哪一位喽，请商量。这两位型男都使出浑身解数来讨林佳琪欢心，究竟是 House 对他深情款款的告白，还是陈志奇的动感电臀热舞会打动林佳琪的芳心呢？好，佳琪已经准备好了。Check it out. 有，你知道。好，佳琪已经准备好了。那这两个男生他会送走哪一个呢？请决定吧。请选择。嗯，你要送走谁就按哪一个。拜拜喽，志奇。可不可以告诉我刚才决定的原因是？是因为那封信吗？有加分的效果，但是我觉得一方面是像刚刚有讲，觉得他们两个的年龄应该要交换嘛，但是以他的年龄来说，我觉得他蛮稳重的，算是早熟型的。对，那我很欣赏这样的人。那我们要欢迎我们的三号赖逸轩，28岁，180公分，70公斤。是 model 吗？对，你是 model， 不是他们公司的，不是。可是有一起合作过吗？没有。OK。那很喜欢林佳琪吗？是。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从，可以说打从脑海里面吗？不可以。太 over， 太假了。没有啦，从就是看到他广告之后，跟他在走秀的新闻。那你为什么不努力进他们的模特儿公司去跟他可以多一点相处的机会？对啊。我有努力啊，我有在努力。有试过吗？有。还没有成功？还没。哎，男模特儿是不是就直接要把帘子降下来了？我不考虑如果是模特的。如果是模特儿就不要啊？为什么？其实有个麻烦就是，我要有一个就好啦。好比说，我跟佳琪是情侣，然后常常要登台，我们先闹僵了，吵架又要登台，整个工作的那个状况就很糟。可是他是别家的，他不会跟你一起登台啊，没办法接受哎。你就是不要 model， 你不要同行的。那你除了 model 还有别的身份吗？你会愿意为了那个林佳琪去转行吗？可以。你可以换一件。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为我改变任何事情。你真的是全职的 model？ 我另外之前还有在广告公司上班。好啦、啊、I'm sorry 哎，赖逸轩。佳琪可以做决定啦。好，没办法。拜拜，佳琪。非战之罪不能怪你，顺便昭告天下一下。因为我没有想到模特会来的，因为模特应该都会很怕我。为什么？他们两个的会辈分太高吗？对，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光看我们公司很多我觉得很可爱的男生，佳琪姐，啊，可是你不觉得刚才那位就有一种初生之犊不畏虎啊，勇气可嘉。可是除了这一点之外，还有他过一阵子就怕了。好，我们来看看四号的吴振中是不是很帅呢？吴振中是意大利餐厅的店长，是属于有才华的。你是经营餐厅？不是，就是店长。请问，如果今天佳琪去你的餐厅消费，你能够，你会怎么招待他？当然就是吃什么都不用钱。其
包括他今天如果等下把你淘汰掉也是吗？OK， 真的吗？他带另外那两个去吃也可以吗？也可以啊。他带今天选中的其他的人去餐厅吃也可以。哇塞，你好狠哦！他就不可以，所以他还是有尊严的，他不能接受最后的那一个。所以如果选的不是你的话，就不要去你餐厅了。可以去啊，可是不会招待免费。收那个男的钱，就只招待他，对对。然后下砒霜，会这么惨？但是蛮有骨气的。吴先生，我再请问你哦，那你现在的服装是制服吗？不是。你平常习惯穿西装？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餐厅会有一些比较正式的，就是例如说有人包场的话，我们就是主管都要穿这样子。佳琪是在走时尚这一块的工作者，我觉得他的有点老土。可是如果我觉得这样子反差也还不错。可是就是可能吴先生不是在这个专业领域里头，可是他必须有相关的一些些的敏锐度。可是他如果跟人家一起约会，人家其实就可以改造他，就可以给他选衣服。而且美食也是一种时尚哦。所以我觉得他是有必，他看起来就很需要。不是，他看起来就很需要被改造一下。林佳琪对他发型有意见吗？有微词的。颇有微词。哪一部分你希望能够改善？我想要看一下他眼镜拿下一次。哎，你注意的蛮细的哦。要他戴？你有画眼线吗，吴正中？没有，没有，眼睛长得挺深邃的。你要他戴回去，还是你要他一直这样子？可以戴回去。好 ，OK， 好，谢谢吴先。你对眼镜有意见吗？没有没有，我只是想看一下，因为多少都会挡住嘛，想看一下眼镜。打分一定要脱眼镜啊！喝汤一定要脱眼镜。也有两个戴眼镜就奔到眼镜撞在一起。对呀、啊。好，吴先把两只手伸出来好不好？上面有三个戒指给林佳琪看一下，来。这三个戒指对你来讲有特别的意义吗？其实。翻过来。这样子啦，这样给我们看。无名指。其实就是好看而已啦。那因为这个是其实是妈妈送的啊，防小人。对，那其他都是自己买的。好，戒指有意见吗？我想要给一个建议，不要戴无名指。为什么？无名指会断桃花。林佳琪，那你平常喜欢吃意大利菜吗？OK， 我喜欢吃 spaghetti。OK， 你会不会不喜欢就是太忙的人？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是不是？我不喜欢，不喜欢。但是如果说他工作这十二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他能够在他的领域上面有一定的程度，我可以接受。哦。可是你自己也很忙的话呢？所以呀、啊，所以我不能够，我不接受他就是工作十二个小时还什么都没有。啊、哦，对。可是你可以接受你很忙，他也很忙。因为我有到一定的程度，我工作是有到一定的程度。可是如果他没有的话，他在自尊心上面，他你觉得他没有办法承受？对，对。那严格吧。对，吴建中先生的长相你可以接受吗？就长相就是忠厚老实型。对，你喜欢这样子的型。我怕他可能会受不了我。对，然后到最后就是我抛弃他的他，对对对，到最后变成我抛弃他。让三位评审商量一下喽。我爱喽，拜拜喽，吴正中。店长，拜拜，谢谢各位朋友。祝你们店生意兴隆啊！浩子已经打败了三个人了。喂，怎么会这样呢？好喜悦哦你。五号 ，Wilson， 是一位 DJ， 30岁，172公分，66公斤。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没有，因为172公分啊。可是他很有才华哦。Grayson， 你去过哪几个国家当 DJ？ 澳洲、美国、日本啊，还有在纽西兰。可是这些地方邀请你去，是因为你在 DJ 这件事情上面很厉害吗？对，当然喽，全程免费。啊，就是薪水加机票加住宿。OK， 你现在平均一个月要出国几趟？一个月，一年大概3-4趟。平常在台湾也是当 DJ。我没在台湾做过。那你在台湾干嘛？我回来玩的。真的？对。那你要回哪里去？那你一定是在 DJ 界回澳洲 DJ 界很有名哦。你是住澳洲的人？对。所以你来这边玩多久？一个月。一个月要走啦？
我们送他走吧。你只是想要有一段露水桃花，是不是？没有，我参考台湾。哦，我参考台湾。Grayson， 你要不要告诉我们你的一夜情的次数？这个 case 可以讲吗？可以啊，你敢讲我们就敢听啊。还是不计其数。好了，这样好了，不能算了，这样算不算？这样好，超过30，对不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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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太多了。没有超过30个？没有没有没有。超过10次吗？真的，其实我会挑，我会挑。DJ 都很多人自己送上门去的啊。误会。那请问你有跟那个金丝猫交往过吗？什么叫？就是外国女生洋妞啊，洋妞。我有跟大概7种国籍。哪些？讲来听听。欧洲那边的话，我认识过西班牙，葡萄牙，然后澳洲籍跟纽西兰籍都有。OK， 对。所以他今天纯粹是来炫耀他的爱情史。不是不是不是，没有谈恋爱，没有谈恋爱，没有谈恋爱，只是一夜情。谈恋爱的那是什么？一夜情嘛，生理需求。对，就比较限制级一点。你今天来是来玩的吧？就你应该不太认识林佳琪了。没有，常常在那个节目上会看到他。OK， 因为那边很多那种盗版的。好，可是节目网上盗版的，他们网上download的。OK， 林佳琪又没有演过什么 special 的片子，他有上过其他的综艺节目。对，你就是会去看他上综艺节目。还有就是，朋友的时候会存那种，就是纯粹就是他拍的广告这样，3分钟一个档这样，或几分钟一个档这样。OK， 三位评审可以商量一下喽。这位 DJ Grayson 呢，他说如果他被佳琪选上的话，他想要带林佳琪去环游世界哦。是啊，世界各地。对啊，对。机场吧。好，请选择。拜拜 ，Grayson。继续去游戏人间。DJ 不好吗 ？DJ 啊，他们接触的人太多，尤其是妹妹。那是。对，然后他们。譬如说他们在很开心的时候，那个状况是没有办法控制。可是你应该跟妹妹比起来，你要对自己很有信心才是啊。哦，那个是没办法的事。你认为他们那个跟信心无关哦，那个当下气氛啦，喝酒啊什么的。对，对啊。所以你他也可以啊，我只是闭着眼睛让他们自己上来的，那你怎么办？林佳琪似乎对耗子特别有好感哦，让他一连打败4名对手，这是他条件好还是只是幸运而已呢？他能持续到最后成为林佳琪的情人吗？好，接下来呢，我们欢迎6号 Eason， 他是一位学生，23岁，173.5公斤。你应该会被林佳琪保护得很好吧？你怎么跑来这里了？应该去上课了吧？没有啊。你为什么来？因为欣赏林佳琪。可是你只是一个学生吧？对，我学生。然后你也没有办法有收入啊？有啊，目前有收入。什么？在 hotel 当实习生。实习生、啊？你是学餐饮管理的？酒店管理。酒店管理。对。你自己觉得你个性有比同年龄的人成熟吗？以感情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我女朋友都是比我年纪大的。真的？你交过几任就是女朋友年纪比你大的？2任。大几岁？其实最大也差2岁而已。你今天应该没有抱着胜算来吧？为什么？真的吗？你认为你有可能赢的？有可能啊。那你觉得你胜算的，因为要胜算都要有筹码啊，你觉得你自己的那个优势是在哪？优势哦，虽然说我身高不够他高，但是我觉得身高应该不是个问题啊。最主要应该是看两个人的默契度这些。你是小开对不对？其实也不能这样讲。那这样问你好了，好，你有几台车？我2台。那车子的牌子分别是BMW。都是啊。对。为什么要有2台车呢？其实。车是我个人的兴趣，因为我在国外是有赛车的。对啊，车也是我的兴趣啊，我现在都没有看见。你是赛车？你是赛车选手？不算是业余。业余。在哪里？纽西兰。所以你为什么会回到台湾来？
现在是放假。你们把林佳琪当成是候鸟栖息的树枝吗？就是没有，不是，因为在一年半之后还是会回来的啊。对， okay. 因为毕竟还是台湾生的，还是会回来台湾。可是如果真的跟你在一起，可以当少奶奶的吗？可以享福吗？享福哦，嗯嗯，就是可以挥霍吗？挥霍，但我相信他不是这样一个人。那你是家里排行第几？老大。老大，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吗？一个妹妹。一个妹妹。对。所以你是独子。其实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OK。但是你得到遗产的，哎。现在已经得到遗产这回事了。直接把存折拿来就好了。对啊，有钱人没有？因为我是觉得说，他有他的责任啊。那我比较欣赏，真正非常努力，因为我相信他的责任是跟我们自己白手起家那种完全不截然不同，吃的苦是截然不同，但是一样都是苦。对，但是我比较欣赏后面自己来的那种， okay. 就是自己打拼，然后闯在一边，而且他的自由度会比较高，因为他上面有父母嘛，然后有家族企业，他不想做他不行。你不要小开。我不要。一律不要，还是说只有这位？我没有一律不要，而是说， okay. 所以别的小开还是有机会的。别的小，我觉得都要看情况，我觉得是算个别论 ，case by case， 对 ，case by case。那我想问你 ，Eason， 如果你的女朋友你很爱她，然后你们感情也很好，然后她跟你要一张副卡，去让她刷，你会给吗？如果我经济能力许可的话，你现在经济能力不是许可吗？那说实在，那只是我爸爸的钱，不算是我自己赚来的。对，所以他现在要成就的应该是属于他自己的事业。对，那你的路还很长。听到这句话 ，Eason， 你应该知道林佳琪只把你当弟弟看待。祝你找到另一位可以陪你飙风的女生，加油喽！好，所以那个就是企业家第二代还是有机会的。当然有，当然有，因为他们都是人嘛。Okay.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七号 ，Adam， 28岁，185公分，76公斤。哇、wow, ，Adam， 有练哦。职业是健身教练。有见过林佳琪吗？没有，可是从电视上的广告有看过。啊，星座？我的星座是摩羯座。摩羯跟处女也蛮合的哦。恋爱史交代一下吧。三个。然后劈腿，被劈腿，然后兵变。被兵变，被劈腿。对对对。你现在是要走苦肉计吗？没有。那所以你还欠一个被甩的，是不是？没有啦，开玩笑。最近。也有。你干嘛都那么苦情？命运。可是健身房教练，你也有很多人送上门来吧？大部分都是妈妈级的。妈妈级的送上门，就是比较看，可能我比较亲切吧，就是妈妈级的看得比较。不会都是会员吧？对，都是会员啊。哎呦，我变吵。所以妈妈们是跟你表明要跟你在一起？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比较会。谈得来这样子就是比较会请健身教练的，都是妈妈们，对对，需要你们帮忙这样子。对，佳琪，你会觉得健身教练是一个只能做到一定年龄就不可以再做下去的工作吗？不会啊，因为他是知道保持的好，对对对 ，OK 的。那这样子蛮好的、啊，因为模特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 workout 嘛。对。那如果他愿意为那个佳琪在一分钟内做一个小小的表演？好啊，来，我们也愿意欣赏。计时一分钟开始。好，四十个 ，OK， 还有14秒哎。对，可是他已经差不多了吧？你饶了他吧。好累哦。所以现在时间才到，他就已经做了40个。好。所以严孝明他是说，他刚才是有放话说，你可以吗？你会不会受伤？拼一下。真的啊？哇！所以说你一分钟可以做60个。那需要家长帮你按脚吗？等于一秒就做一个哎。
哪，你平常也没准备好，就这样随便就可以了。因为我小时候有玩过。玩过什么？有玩过这个仰卧起坐。那 Aiden 你要不要上树啊？而且 Aiden 还在出汗，人家孝明还没有大出汗。嗯，糟糕。怎么办 ，Aiden？ 你要不要帮自己加点分啊？我没有哎、欸。没有这么轻易就放弃。好，我们看看三位他们商量一下之后会送走哪一位呢？亚德，你的表现实在是太差强人意了，看来耗时稳操胜算喽。但是结果真的会是如此吗？广告后马上揭晓。Check it out！ 健身教练靠的是他的亲和力。好，如果他正在选健身教练，我会很好奇，他打动了他是哪一点？嗯，好，我们的女主角林佳琪要做决定喽。真的还假的？什么？原本大家认为胜券在握的 House， 竟然活活被 Adam 反将一军。究竟林佳琪选择 Adam 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真的，佳琪，因为我觉得运动可以锻炼一个人的心智。所以他可能特别有毅力，然后他的想法比较不容易受局限，会比较阳光。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八号陈忠义，他是期货交易员，30岁，178公分，3公斤。大家好，期货交易员。对，那你的作息时间讲一下吧。早上8点到大概是下午5点。5点就可以下班。对啊，可是期货市场如果在国外的话怎么办？我台湾的，台湾的，对、哦。怎么看起来你是比较像魔术师之类的？是我不会的。所以你做期货交易多久了？做几个月而已。之前呢？之前就是学生，然后就是上班这样子。OK。卖鞋子的，然后现在我还是有在卖衣服。卖衣服兼做期货交易啊？是摆摊子吗？对，摆地摊。摆地摊在哪一带？嗯，本来是在东区，现在换到那个永和。地摊生意比较好，还是期货生意那个收入比较好？不一定，看技巧。看技巧。那你今天为什么会想要来？为了我，但是为了我的女神而来。你的女神？她是你的女神。一下吧，对啊，不是开玩笑的，是真的。哦，你多久以前就注意到他了？就是在看电视的时候，那时候他就是跟他们公司的 model 模特一直出现嘛，嗯，然后就看到他，就觉得说他根本就是那一群草中的一朵花，所以我就觉得，对，那群草一下都好漂亮，你可知道？就算，你有看到我们两个人吗？你们也就是草，我们是草，我们是草，我是草。以你现在的工作状态的话，你真的觉得跟一个名模交往是很实际的想法吗？我觉得我会很拼，如果真的要交往，很拼。对对，就是要赚很多钱来供养他。嗯，但是看那位女神她怎么想啊。哦。如果她说觉得够的话，那就 OK 啊。好。如果说不够，我们就继续努力。好，让我们的女主角跟她的两个好朋友商量一下喽。好。对，他特别强调他是在永和摆地摊，下午2点以后时间就很自由喽。好，请做选择，谢谢。好，请决定哦。拜拜。他刚有呐喊一声，他喜欢运动哎，真的。所以怎样是那个风格完全不同吗？风格那个有一点不同。好 ，OK， 好。Adam 又安全度过了一关，击败了对手。但是他会一直这么幸运吗？下一位对手有没有可能让他跟林佳琪说再见呢？欢迎我们的九号江国杰，他是一位学生，21岁，190公分，82公斤。好，你是台湾人吗？对啊，这不止一个人问过。为什么？就走在路上都有人说你是不是华侨，你是不是菲佣，你是不是泰劳。大家因为长得比较深邃啊，深邃，然后又皮肤比较黑，然后大家说像太老。你喜欢什么运动吗？我喜欢游泳。OK， 对，
我觉得游泳比较轻松，可是而且又可以真正帮助减肥的啦。交通工具，机车，嗯，机车。所以如果佳琪要跟你出去约会，就会坐摩托车，对不对？坐摩托车也很好啊，就觉得开车要找车位不方便。是是，我没有说不好，我只是确认一下。而且冬天坐我的摩托车啊，因为我比较大只啦，对，坐后面都吹不到风。挡住了。那佳琪，你坐摩托车 OK 吗？我 OK 啊。嗯，真的？真的啊。可是应该会很显眼吧？嗯，是蛮显眼。那个风的阻力会比较大一点。那你喜欢的休闲活动是什么？嗯，游泳，偶尔大概一个礼拜一次。那跟女生约会的时候去哪里？嗯，这就不一定嘞。吃饭啊，看电影啊，逛街，嗯，买东西，okay，现在如果给你20秒对林佳琪真情告白，你会说些什么？嗯，就是说广告啊，然后广告上面吸引了我，然后而且我就觉得喜欢长头发这样卷头发的女生。那如果剪头发怎么办？不会啊，还是一样啊。不行，我有这种噩梦，谢谢。你不要剪头发。我之前有碰过那种，我剪头发之后他就。就是如果你对林佳琪有兴趣的话，请不要用他平常在公共场合的那个样子来想象他，要来了解他。他就是一个平凡人，然后你不可以叫他剪头发。老师有没有跟你说过？有没有？要来了解他。要丢卡片出去。江国杰只是一时口误，林佳琪你就原谅他吧。再说人家年轻就是本钱，你可要好好的选择呀。好，佳琪要跟他的两位朋友商量一下了，我们只剩下这两位了，要从其中送走一位。谢谢。想要成为林佳琪的另一半可真是不容易啊，从发型、衣服到鞋子，他都要有意见。而最后一位的 Adam， 他有可能符合林佳琪的要求，跟他一对一的约会吗？意犹未尽，去路上再拉几个男人过来，快点。好，佳琪，如果今天选不中，我们就下次再帮你准备一些。所以你看看要不要跟教练？我们今天只是初级版的，之后可能还会有。可是起码今天有收获，就帮你摸清楚了一些你多于180公分以外要求。对，而且当然 Adam 也很好啦，所以要看你自己个人的感觉。嗯。要跟 Adam 喝个咖啡还是？还是你要放他走？好，他们要再商量一下，让他们再商量一下吧。反正下次他们还有其他人选，其他人选。不要勉强的。宁缺毋滥。啊？宁缺毋滥。对，宁缺毋滥，就这一句。谢谢，拜拜 ，Adam。好，谢谢教练喽，不好意思。好，今天我们的任务失败了。那林佳琪起码有告诉了我们一些你的新的标准。为什么 Adam 最后你会把他按下来了呢？我觉得有两位不错，就是我保留比较久的 House 跟 Adam。对 ，House 跟 Adam。那我觉得可是在某方面还不到想约会，真的想要喝咖啡，然后想要一起。所以你也觉得不要勉强自己。宁缺毋滥，对，处女座很龟毛，还是跟严孝敏去喝咖啡就好。对啊，还是得让你们俩聊，男生当他的护花使者喽。好，谢谢。好，我们下次再努力哦，谢谢。谢谢。